视剧《好运罗曼史》在14号晚间举办杀青宴，在剧中演出黄正英妹妹的金智明，带着可爱微笑融化众人。李柱赫白色上衣配上牛仔裤，简单的穿着但不减帅气，展现优越的模特儿身材。男主角柳俊烈一出场就遭到等待的粉丝团团包围，可见他的超高人气。他更善良的为了没拍摄到的记者，再度走出店外供记者拍照，格子衬衫加上短裤，就像邻家大男孩一般，亲切感十足。